昨天晚上有个女的大半夜跟我说她喜欢我，都吓坏了。老板今天长得确实好看，眼睛又大，但是我只喜欢小哥哥。她大半夜约我出去跟她玩，我说我喜欢男的，真的好帅，但是她喜欢我。你们学校是不是有很多那种长得好看那种同性啊？嗯，挺多的，因为有些女孩长得比男孩还要帅。哦，是吗？昨天的那个客人也是一个长头发的小哥哥，他的头发到腰了。真的看胸口要通一点，我手膀要通一点，中间脊柱有烫。吃过饭了哈？吃过了。好的，准备开始了。你是不是吃饭都不长肉呀？对，就长胖。真好，我吸收嘎嘎好，是那种吃点就胖。我不咋吸收。好吧，羡慕了。烦死了。感觉还好不？嗯。你今年多大了？我20了。嗯，看起来好奇。那你现在还在上学没有呀？上大二了。你是在哪里上大学？我就在旁边。美院吗？对。啊，美院的呀。美院里头是不是好看的可多了？啊，那个地方好看。小哥哥来选图了，画好了吗？没看好。就是题材这一块的话，就得好好的想一想，因为你题材想好了以后，我们才好给你设计。里边哪个师傅推荐的直接做龙？龙也蛮帅的，做龙也可以啊。满背龙。对啊，满背龙缠你胸口也是比较经典的题材。主要是要看北方发的小职业。不，你选好题材以后。怎么盖就是我们的事情，你只需要给我们提供你要做什么题材啊，设计的事情交给我们，怎么遮盖你就不用担心。Later， 还好吧？不行，能不能说到现在 ？OK， 我给你做一下细节的线条。嗯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搞定，去看一下吧 ，OK 吗？有细节在里面，做的好对称。啊，是的，一起来看看成品吧。